想起这些年小房间的人生，你问我未来有什么选择，那是我们心中都忐忑，拎着行李跟着人群匆匆坐上车，没想太多，只是想要一直唱着歌，回过头沿途风景太深刻，手心发热，灯光照着我的景色，多么快乐，一直走一直走，却不知道最后要走到哪里，只是很相信很确定这是我的路啊，虽然还有些害怕面对那些刺耳的话，怎么回答，还是干脆不去想，也许前方更多下来。